这简直悲喜交加的戏，就是看上去至少跟刚才那一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戏风。因为这段戏是允许大鱼儿这么演的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有一些年过去了，他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很成熟的年龄了，所以你的状态是 OK 的，你的状态也不是不 OK，但是我真的笑了，是因为你看他的时候，你居然有种眼神是“我短则二十，三而死短则而死。起码你是应该正视看他，就是我和你这个关系，你咒我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虽然你不是多尔衮，是。哎，最后那点还挺帅，哎。但是还挺有趣的，你很像，至少这个年龄的很像。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还就是整体还是不错的。你看高海宁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个叫赵奕欢也不错。早应该一掷多少回了？看着他甩他的手，就我想在高海宁和赵奕欢之间选一个大玉儿。最像我那一版的多尔衮的会是这个叫相国，燕许佳真的演得不错，演出了另外一种多尔衮的感觉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先逼他，我们上来。有什么消息？实际我现在有点犹豫，燕许佳演还是这个向佐来演。二选一，两个都是二选一。郝雷导是因为拍摄时间紧张，临时取消小考。哎，先因为现在没空看回放啊，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。我先把这个遥远的距离先拍好，拍完之后我跟郝雷老师有更多的接触，要把孔武拿下。大家可以先去叶童老师粉进行小考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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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我们现在赶到叶童老师那边。今天特别冷，这里的天气反复无常的。是啊，而且在这个流感的季节，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防护，保护好自己，同时要做好保暖，然后要勤开窗、勤通风，减少室内聚集的细菌和病毒数，保持室内清新的空气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预防我们的流感了。我们都应该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要感冒。加油吧，加油吧。来，争不争取啊？来争取，来看看。争争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都听老师的。先走个路来看看吧。是这个年代的路吗？这就是因为这个是宫廷戏，它有不一样的规矩，走路啊、讲话啊、举手啊、站姿啊，都会不一样。走个路来看看，怎么走啊？怎么行礼啊？是怎么走来着？是这样走的。好，第一位。因为古装戏嘛，走路啊，你的姿态呀，是对就是对的，否则的话，如果说连走路都要教你的话，我想会花很多时间。第四位，那男的，他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好，选好了。
优萃有机无限超越，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超越时刻。就目前来说，我觉得你许家王子薇气质比较靠近。谢谢你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。哇，师傅师傅，我拍戏了拍戏了，好棒哦，又合作了。对对，又合作了，又合作了。昨天我们俩一组，难解难解。好，还好还好，合作过就有默契了。对对对，真是真是哦。有被感动到，可能之前被拒绝否定太多次了，然后被肯定了那么一小下就很开心，然后就还是更感动了。现在庆功剧组第一轮角色争取已结束，第二轮角色争取即将开始，还有第二波。皇太极，我想去试一下皇太极，反正也就是来节目就试什么都尝试一下嘛。对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再去面一个宁静姐姐那里的，她那里还有个主角。那你古装那个轻装好雷姐呢？可能有司马静。好的。海宁姐，公布了，哦，两个都有你。女主如月肯定是高海宁啊，因为从年龄感啊，她呈现出来的气质都是合适的。我应该是耶，我是兴奋的，但是兴奋的下一秒是 no， 那怎么办？天哪，我到底要选谁？我心里面有答案了，走吧。哎，我先出发。看到名字上面没有我，大鱼儿的角色一定。高海宁没来的话，你可以去争取一下。真的吗？所以就是看我要不要赌，我是在赌这个角色。海宁，大半夜下着雨，在明清宫蹲角色，蹲角色，我的妈呀！我想跟你，我纠结了很久，因为下午有了一个大玉儿的，对，我演了，我想如妃这个我也想要试一下，其实相对来说，我还是可能比较熟悉如妃多一点。所以我就这样决定，但是我非常想跟老师合作。我就说真的，不，我真的说，下回还有机会的。你心里面不要什么纠结，我也是演员，我懂的。我就是觉得我就错过，我有问过说，不会，在这个可以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自私，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去吧，谢谢老师，去吧，去吧，祝你成功，谢谢，拜拜，去吧，好嘞，老师呢？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就非常有自信，你会选我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谢谢。因为这角色很难演啊。对，角色，而且因为前面人家演得太好了。对，没事，我们可以演出不同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。